帅。准备好了吗？啊！好，收拾一下，来，三明，从屋里出来。这花是不是你干的？啊？我就问你，这花是不是让你给弄坏的？啊？看看这个罪魁祸首啊！走吧，今天去探个店，去一趟。一进去就会迷失了望京，吃一个腰滑面，走。800年不来七九八了，这来七九八的觉得自己像外星人。今儿这地方就在七九八里面，是个小饭店。在巷子，就是这儿，它门口大架子这儿。但是在这儿走，可能经常会错过这里啊，就是这个梦林服装。点个餐，我们今天一共是来了4个人，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稳重，所以稳重算2个，就点4个菜吧。哎，稳重，你到底有多少斤？这个来个包浆豆腐，来个老板，你家酸菜鱼跟烧汁鱼哪个好吃？酱汁鱼是我们特色，但是酸菜鱼的那个酸菜都是我们自己泡的。你这个问题我也没回答。浇汁鱼好。浇汁鱼的，好，来个浇汁鱼，再来个渣渣肉，招牌泡椒腰花面，再来个酸菜土豆片。他们家做饭特别快啊！你要坐这儿啊，里边那厨房啊，一开火那个声音，就是基本上点完菜，咔咔菜就上来了。所以我们这个从菜摆上到架好设备啊，拍完这些特写之后，这菜基本上全都凉透了。嗯，所以不好在夏天啊，这些菜凉了应该也挺好吃。哎，你看这声音又起来了，这声音啊，就是要是你要是喊刀下留人，基本上马都没骑上了，人头就已经落地了。啊，贼猛！啊，反正一块上了就先吃这腰花面了，知道吧？就这个，一看这腰花面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那个《三国杀》里面华佗那句话：“我越老越要补。”反正这对吧？这个有钱就得吃腰子，那为啥？他你知道为啥吗？乔乔，我累。它这个有一种比较冲的那个黄酒味，我感觉他家做菜辅料加的特别重，所以就完全没有那种腥膻感。而且像他家炒菜呢，基本上都是家常菜，就都是老板的舅舅教他们小时候吃的菜。然后尝这个，就是那个叫渣渣牛肉。就是个渣渣牛肉，就这个肉啊，吃上去特别有内涵。而且它的肉应该是，就是它选的是那种肥瘦相间的肉，跟咱吃那种就是川菜或者湘菜那种炒的那种小炒黄牛肉感觉不一样。那种肉咱吃起来老是觉得柴柴的，但这个肉你看它就是肥瘦相间，是吧？而且。他家这个酱汁也是炒了非常家常，特别浓那种，但是吃起来就虽然有点凉了，但是特别有内涵。这是就是他这个名字叫渣渣牛肉，这两天看那32里看的，就感觉吃了一口梁正贤，又吃了一口许幻山，再吃个林有友吧。然后，这个鱼叫特色浇汁鱼，这
是他们家主打的一个特色菜。有的会觉得他们家这个菜的姜味特别重，我先尝一尝。这个鱼就是一个小草鱼，哦，我去，我去，我吃过面，我们家这个，就这个椒汁鱼啊，这老板说他是剁了好多好多的那个姜，然后还有小米椒剁在一起，然后熬的这个汁儿，最后把这个鱼正好就浇上去。它这个其实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姜跟小米椒这个冲味儿可以完美的把这个草鱼的那种草腥味儿给盖掉。但是确实是，如果很多人不喜欢吃姜的话，这个菜就会非常冲。我这下出汗了。刚才啊，它这个包浆豆腐上来的时候，就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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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着泡儿，然后这停了一会儿之后，它现在已经都趴下去了。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没有让老板再专门给我们做一份，就是吃的话就吃这样就行了。啊，那这个啊，它这个包浆豆腐现在凉了，从它这个铁锅拿出来之后，就有点像那种做好那种鸡蛋糕似的，就是这个边儿啊是这种红褐色的，然后已经塌塌的了，就跟那个鸡蛋饼一样。那这个就是吃出非常浓的它那个辣椒面和那个豆粉的味儿了。然后这个豆腐吃起来之后很糯，它就有一点点像那种吃年糕那种感觉，但是回味非常好。啊，这个确实好。据老板说，他们家这豆腐都是从宜宾老家他舅舅给他发过来的，就感觉这个店虽然是他老板开的，但其实这个店是他舅舅的灵魂啊，啥都是他舅舅教的。然后吃一个他这个酸菜土豆片啊，就是他舅舅教他腌的酸菜跟土豆混合在一起。我虽然不是一个特别爱吃肉的，但是这个素菜确实吃起来有点寡淡。基本上你看，你在这个饭桌上这个位置就能看出这个人对这个菜的喜好，是吧？你看这盘素菜在这桌子上这个位置，是不是像极了你在单位开会的时候你跟领导之间的距离？开始吃这个，我就说这个有些东西它就是这样，虽然炸，但是它吃起来就特别爽，不知道这王曼妮是不是也是这感觉。那今天选择在这个餐厅，其实是这个餐厅整个风格非常的复古，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样子。在咱们小的时候想吃到这些其实是挺难的。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爸妈出差还要用粮票呢，那个时候哪能想吃啥就吃啥。没有勤俭节约，没有居安思危，也没有现在咱们的大开大合。我真的希望每个人都能有饭吃，然后每个人也都能吃到好吃的，这就和谐了。所以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稍后啊，我稳重、怼怼还有全全啊，会把这几个菜都打扫干净。今天点了三个，不对，也不是三个肉菜。算了，我实在想不出今天怎么编一个万里庙三连的方式了啊！你如果认同我说的，就点个赞吧，拜拜。他跟我姚舅学的，就是你们的，你老家是哪？我是宜宾的，但是挨着那个贵州，就是都比较近嘛，云贵川嘛都挨着，所以菜还都比较接近。就是你跟家里人学的？对。那这个王宝平是？这个是我老公收的。哦，收的是吧？他是比较喜欢收这些七八十年的老家具，像那个照片是我们家里人。哦，这是你们家里人？对对对。哦。
叫什么？他那个最帅的，第二排最帅的。哦。秦皇岛侍卫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弄成这种复古的感觉？因为喜欢，真的是收了十几年没地方放了，所以就把它都扔在店里了。啊，这确实有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对，我老公是81年的嘛，有那个情节。哦，那你是九几年的？我是85的。